好，快看，这里面一定有东西。这里是什么呢？哎，是不是螃蟹啊？螃蟹会不会在里面？寄居蟹也行啊。哎，哪儿去了？跑哪儿去了？一一搞错了，再来。一一点点，二二点点，三三弯弯，四四叉叉，五五一朵花，六六打电话，七七捏捏，八八 biu biu， 九九勾勾，十十锤锤。姐姐，我想跟你一起睡。好吧，乔治。哎呦，糟了，姐姐，我尿床了。你真是的，上人床上就来尿尿来了。我上你床上睡去。姐姐的床湿了，那我跟妈妈睡。妈妈，我可以跟你睡吗？来吧，乔治。好喽。哎呀，妈妈，我把你的床尿了。乔治，你刚躺着你就尿床，你上我床来尿尿来了。真是的，我上你床上睡去。哎呀，佩奇在这儿呢。那我就躺在这儿吧。那我跟爸爸睡吧。爸爸，我可以跟你睡吗？哎呀，来吧，乔治，爸爸搂你来。太好喽。哎呀，爸爸，我把你床尿了。你这孩子，你是不是上我床来尿尿来了？真是的，我不跟你睡了，我上你。哎呦，佩奇和妈妈都在这睡呢，那我躺这睡。没人搂我睡，都去搂姐姐睡去了。妈妈，妈妈。别吵，我在睡觉呢。有什么事儿等我醒了再说。哦，我把妈妈口红弄折了，妈妈会不会打我呀？我还是先撅着个屁股在这等她打我吧。啊，睡醒了。乔治，你在这撅着屁股干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妈妈，对不起，我把你的口红弄折了。我知道我跑不了，所以我一直撅着屁股等着你打我呢。哈哈哈哈，哎呦。咦，妈妈怎么还笑了？起来吧，这个呀是口红糖，不是我的口红。啊，真的呀？哎呦，吓死妈妈。佩奇、乔治，我的牙疼，你们两个能帮我看看吗？我们拿来了针、剪刀、螺丝刀，还有一个锤子。来，大鳄鱼，把嘴巴张开。我的天哪，大鳄鱼，你快看，你的嘴里这么多的糖，牙齿能不疼吗？来，我帮你取出来。这里还有一个虫牙，我们来把它拔掉。先敲一敲，再打一针麻醉药，滋儿，现在开始拔喽。哦，好了，大鳄鱼，我们已经帮你把牙齿修好喽。谢谢你们，佩奇、乔。妈妈，你看那边有个人，他是坏人吗？妈妈，我很害怕。
孩子们别怕，有坏人来了，妈妈保护你们，孩子们快进去里面，你们在里面千万不要出声，知道吗？妈妈你怎么了？妈妈你醒醒呀，妈妈。你猜这是谁的家？这是蜘蛛侠的家。哎，不对，这是奥特曼的家。哥哥，你猜这是谁的家？这是大头的家。哎，不对，这是小小强的家。哥哥，你猜这是谁的家？这是熊二的家。不对不对，这是奶奶的家。有人哎呦天哪，终于拉出来了，好舒服哟。哎呀，上完了。哎呦我的天呀，我拉了这么大一堆呀，赶快冲走。哇，冲走了啊，糟了，我上厕所被小朋友看见了，哎呦太丢人了，赶快躲起来。小朋友没看见我吧？哎，躲起来了，等小朋友